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最后一段啊，极用自在三昧门，第二段啊，正显业用啊。今天我们从第三个小段呢看起啊，微细自在。三有二诵半啊，微细自在。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鬼神身中入真定，一毛孔中从定处，一毛孔中入真定，一切毛孔从定处，一切毛孔入真定，一毛端头从定处，一毛端头入真定，一微尘中从定处，一微尘中入真定，一切尘中从定处。这个两诵半啊，这个经文呢、啊，它有连贯。前面第二段与他身自在，幕后一句、啊、是夜叉身中入真定，鬼神身中从定处啊，所以这边第一句呢是鬼神身中入真定啊，这是借前面来的。这个经文越讲越细了，显示出极用无涯啊，这个是真的是事实。所以最重要的要懂得极用啊，前面跟诸位都做出很多的报告了。六道凡夫的心呢是动的啊，也许有人要问，那色界无色界，那心也是很静的 啊，色界是四禅，无色界是四空定，那更深啊，那他应该有极啊，没错。上面二界有极无用，欲界以下有用无极啊，起作用啊，他心是动的啊，他不急。上面两界他只是禅定，把分别执着控制住了啊，扶住了，没有转烦恼成菩提，
他没有做到。如果他能转烦恼成菩提呢，那他就出六道轮回了。他是福烦恼。古大德常用比喻说，像石头压草，根没拔掉啊。石头压草，草长不出来了。但是石头搬掉之后啊，哎，它又长出来了。它没有断掉啊，要伏烦恼，不是断烦恼啊。断烦恼不容易，伏就不难。那么伏烦恼出不了三界要知道六道轮回的业因就是见思烦恼我们华严经上跟诸位讲的就分别之处这个东西要是不断掉的话，出不了六道轮回但是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只有净土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特别法门能伏就管用能伏烦恼就决定能往生但是你要晓得四禅八定伏的这个烦恼这样的功夫了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知道他生哪一土啊生凡圣同居土你要问为什么他见思烦恼没断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生方便有余土换一句话说设法界里面的这个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乃至于佛设法界里面的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生方便有余土那个位置高下不一样佛往生方便土里面上品上生菩萨往生上中两辈往生是这样的境界阿罗汉辟支佛往生是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下辈往生这个要知道然后你就知道念佛法门呢是无比的殊胜念佛法门里面十报土往生的那必须是破无明断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是十报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那个不一样所以净土之殊胜净土之位十方诸佛如来的赞叹不是上面两层而是凡圣同居土这个是太殊胜了只要伏烦恼就能成功就能成就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那么我们就晓得
这个伏烦恼是多么重要啊！烦恼伏不住，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啊！烦恼要怎么个伏法呢？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啊，跟参禅没两样啊，比参禅要殊胜啊！烦恼一起来啊，烦恼起来是什么？喜怒哀乐、七情五欲，这个东西一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这个烦恼压下去，不能发作，这叫念佛功夫得力啊！久而久之，不必作意，自然佛住，那叫功夫成片。这是凡圣同居土九品往生了 啊！烦恼现行扶不住，这很糟糕啊！我们自己要清楚，烦恼果然扶住，你必定得生，而且你能预知时至啊！譬如顺心的事情。一真的很开心很欢喜，这就生烦恼啊！七情无欲起用起作用了啊！你欢喜心生起来了，你的心不平静了，不清净了，你的心不平等了，有起伏了，那怎么办？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念头起来了，赶快觉悟，阿弥陀佛就是觉悟啊，通通回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你的清净心平等心又恢复正常了，这叫做念佛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般念佛的，或者是自己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真是古德所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这个玩意儿你不能往生啊，你经不起啊风浪啊，小小一点境界现前，烦恼马上起现前啊，一点点不如意，脾气发起来了，啊，一点点啊，符合自己欢喜心升起来，这就不行了。啊，这一句佛号做什么用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之处，啊，把你的这个七情五欲、贪嗔痴慢，把它控制住，没断，扶住。啊，这个叫真念佛人。会念佛人啊，一面念佛一面还在发脾气，或者一面还在这个动感情，那不会念佛，那一种念佛就是跟极乐世界结个善缘啊，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如果真想往生，那你就真的用功夫，真用功夫，就我佛号能控制住烦恼啊，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法门最容易啊，最方便啊，最稳当啊，也最可靠啊啊！虽然这样殊胜呢，可是念佛的人他还是扶不住啊，什么原因？没放下，所以归根结底讲的还是放下重要啊！什么没放下呢？分别执着没放下
啊，所以佛号不起作用啊。啊，果然分别执着放下了，它就起作用。张家大师早年教我看破放下了啊，看破是你明了事实真相啊，宇宙之间这些森罗万象的真相啊，啊，我们这经上讲的这么多，这个都是现象啊，这些现象是什么呢？《金刚经》上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桩事情是真的。啊，既然晓得它不是真的，你的镇定就显现，为什么？不会被它所动嘛。你在它里面怎么可能会起心动念呢？啊，所以这个是讲己用，这个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我们学了之后明白了，知道了，要怎样？要学起啊，这个起就是清净心。换一句话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是己，觉是用，不迷呀、啊，你就会用得很恰当啊。用的什么叫很恰当呢？用得很自在，就是微细自在嘛，用得很自在啊，自在就是很快乐啊。为什么呢？它不生烦恼啊，就是说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你懂得吧？七情五欲不起作用，这个快乐啊。啊，七情五欲起来了，那就分生烦恼了。啊，不生烦恼，那个用是什么？那个用就是智慧。你看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啊，他见五祖，跟五祖讲，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一句话了不起啊！我初读《坛经》的时候，读这一句话很震撼呢、啊。如果我们见五祖，一定说，跟五祖讲，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哪里看到有一个人常生智慧的？常生智慧是极用，所以它的作用是智慧，不是烦恼。啊，可见的他心呢清净平等啊。我们前面讲禅定啊，啊，你的心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这是禅呢 啊外面境界，一个是人事环境，一个是物质环境。
啊，人事环境里面善人恶人，物质环境里顺境逆境，它都不影响，它平等了，善恶不二，逆顺不二，他在这个里面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这就是起。那他起作用就是度众生啊，急是自度了，用是帮助别人的啊，他所实现的，所表演的啊，决定是利益众生，没有利益自己。如果有利益自己这一念呢，他又没了。他烦恼就现前了。那怎么说他又迷了，烦恼现前呢？只要有我自私自利就跟着来了。啊，所以觉悟的人知道啊，无我啊，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看看谁真的？《金刚经》里面说的虚陀洹啊，证得虚陀洹果的人，这是最低的位置，小乘初果啊，他绝对没有一个念头我证得虚陀洹了，没这个念头。如果有这么个念头，我证得了，他没证。为什么？他四相没破，他有我相、人相中一个相起来，四相具足，他没有啊。那我们在《金刚经》上看到这一句经文，才知道啊，虚陀洹已经破了四相了。啊，不再执着这个身呢，生活。不再执着些念头，我怎么看法，我怎么想法，没有这个念头了，心刚刚得清净啊，刚刚得一分即用，那个一分即用的时候，在六道里面那叫无与伦比，六道凡夫哪个都比不上他啊！在华严境界里面，初信位的菩萨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他是实信的初信啊，这是佛的门槛，佛门槛的确是高啊。他所放下多少呢？执着里面只放下少分呢，不执着了啊！所以见思烦恼啊，他只破见惑，思惑没破啊。思惑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个没破。啊，见烦恼里面啊，这个根本烦恼六个他破一个啊，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没破，后面一个破了，叫恶见，错误的见解。错误见解又分为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那他这个没有了，才入佛门，真正的佛弟子了啊！这个佛好比办学了，这小学，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身份，
我们如果在佛教学校里头，大概是幼儿园的小小班，应该是这种程度啊，没有到一年级啊。啊，真的到一年级了，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啊，他不是生同居土啊，不是凡生同居土，他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我们凡夫在这一生当中啊，所以古大德曾经讲西方世界啊，四土三杯九品往生，上二土长吉光净土，十报庄严净土，菩萨往生的，古大德有这么说法。而方便有余土呢，那是二乘声闻缘觉往生，凡夫只能生凡身同居土。古大德有这个说法了，可是善导大师跟我们讲的就完全不一样。啊，善导是唐朝时候人，啊，在现在呢，后人看这个净土宗祖师，啊，把他老人家排作第二位，啊，净宗二祖，啊，初祖是慧远大师，二祖就是善导，啊，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日本人对善导非常崇敬。啊，大概那个时候，唐朝时候，在佛法也是最兴旺的时候，日本函谷派了很多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应当有不少是善导的学生。所以今天在善导到处都能看到善导大师的像，在中国看不到。还有许多寺庙呢，用善导做寺名，善导寺。你一看到善导寺，你觉得那是净土宗的。啊，有善导大师的像。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凡夫念佛往生净土，四土通通有份。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啊，让我们这些凡夫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一生成佛的信心呢，肯定真的是语言不同啊！你要遇到。啊，大乘这些法门啊，像华严、法华啊、楞严、般若这些法门，对你往生帮助太大了啊！真正明了事实真相，就诸法实相。你确实可以在境界里面呢，不再起心动念，那你念佛就往生十宝图啊，那大幅度的提升呢 啊所以知道这些事情事实真相理论方法啊，这个果德
你自自然然把这个世间呢全都放下了。为什么呢？这一次的机缘稀有难逢，啊，古人这个开经济百千万劫难遭遇，这真的啊。彭吉清居士讲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经宗啊，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啊、你遇到了。你要是真的知道稀有难逢，你把这个抓住，世间什么事情就丢掉了，你不会再管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可以大幅度提高你自己品位啊。你本来念佛的时候只能够凡圣同居图啊，这个下辈往生，你可以一下提到啊十报庄严图上品往生，这还得了吗？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时候差12个大劫，我们在这里几年功夫可以超越12大劫，那为什么不干啊？为什么要留恋这个世间呢？啊，还放不下了，就往生的时候你这个地位一落千丈啊。也就是说的时候，你本来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去那里可以念博士班的，几天就毕业了啊。现在你变成到极乐世界你念小学，要念12劫才念的博士观无量寿佛经上说的啊，这些道理这些事实不可以不知道啊。真正明白了才晓得我是凡夫，我不是佛菩萨再来的啊，我是凡夫啊。凡夫成佛就在今天啊，就在这一生，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叫自己成佛，这是绝顶聪明智慧的人啊。普度众生的事情自己不能成就，你怎么能度众生啊？自己没有成就搞度众生的事情，很危险的一桩事情。为什么呢？帮得不好就帮倒忙了，这一帮倒忙的时候责任要自己负啊，不能说是不负责任呐、啊！这个你要记住啊。佛法常讲的时候，万法皆空，因果不空，那、啊、这是你要负因果责任啊。帮上倒忙之后，往往自己要堕地狱，这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所以我们在末法众生烦恼习气中，佛门里头也不例外，无论出家啊，管理这个道场，他有很大的责任呢、啊，啊，他也会做很多错事啊，我们千万不要批评，啊，千万不要说，而且对他恭敬，为什么呢？他牺牲了自己，成就了我们道业，他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往生他堕地狱，啊，我们如何报恩呢？
到极乐世界自己成就了，再来度他们。啊，要有这种恭敬心啊。啊，这对我们是无量无边的恩德了。啊，那从前的道场，从前道场都是修行正果的人，他是极用无涯了。我们现在没有极，所以起的作用就是，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生烦恼，是不是真生气，是不是真有明文利养的念头。哎，他真有啊，真有就是念念都在造业啊。那么这一个道场有一个明白人，有一个真正在修行的人啊，他护持个道场，他有功德。如果这个里面一个都没有的话，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古人讲的一盲一盲，相亲入火坑啊，啊，大家一起堕落啊。真正修行，别人未必瞧得起你，未必尊敬你啊，甚至于常常还给气给你受啊。要不要收？要收啊，欢喜接受，消自己的业障，提升自己的品位啊。如果受人毁谤，受人侮辱啊，受人陷害，还有不平的心，还有嗔恚的心，那立刻堕落了啊。所以我们想起安世高，他过去生中老同学那个公案，你就知道因果可怕啊。他过去的同学在一块修行的，他跟我们说，他的同学不错，明经好事啊，啊，经教通达了，又喜欢布施啊，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啊，欢喜布施啊，啊，只是每一天出去托钵，啊，托的饭菜好很喜欢，托的饭菜不好，心里有一点难过，就这么一点毛病。哎，他也并不是很严重的这个挑剔啊。死了以后多出生道啊，啊，多的学生呢，因为他有修行功夫，所以他做龙王啊。这个龙王是一条蛇，龙王他明经常讲经，所以他很灵啊，很灵。他又喜欢布施，这福报大，信徒很多啊。做龙王的时候，龙王嗔恚心很重，所以造不少业。死了之后要堕地狱啊，他自己晓得啊。安世高也知道，这样安世高去度他，去帮他忙啊，度他到忉利天啊。这个故事很多同学都熟悉，你就想想特步啊，这个饭菜不好吃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点难受，就那么一点点，就受这样的果报，那还是真正用功修行的人
啊，那我们还没有他这个功夫啊，而造的业比他更重，你就想想你到哪里去吧。这些事情摆在自己面前呢，啊，所以真正看破了，他才真正能够奋发图强。啊，像这个盈科法师一样，啊，真正知道自己所造的罪业，知道必定堕地狱，所以关起门起来，一心求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不喝水，把阿弥陀佛念来了，真不容易啊！啊，十年的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带他去了。啊，那是什么？这勇猛心啊，那叫真忏悔啊。他那个动力在哪里呢？动力就是为地狱苦，就是他真相信有地狱，真知道地狱苦太可怕了啊。这些人都在教我们呢，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示范啊。鬼神身中入真定，真定就是真受啊，在鬼神之中，这就是可以借别人的身体啊，可以借鬼神的身体啊，自己得受用啊，得的是正受，用别人身体，自己没有分别执着，就是入定啊。起作用呢，是一毛孔中从定处，我们要记住一毛孔。前面讲毛光照一夜，一毛孔啊，那你就晓得它的作用多大。用没有边际啊。那前面这段经文的时候，跟我们讲了41种。不思议的境界啊，讲了44种啊，略说啊，最后结论告诉我们，一毛孔当中起的作用无量无边啊。啊，这个用什么？起用啊，入正定是起，处定是用啊。一毛孔中入正定，一切毛孔从定处，一多不爱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切毛孔入真定，一毛端头从定处。这个一毛孔还是真宝，可是这个毛端头呢，这就不算真宝了。啊，这是医报了啊，可以从用毛端头从起作用啊。这个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前面讲的放光啊，
这个光里头无量无边功德了，也是照遍法界，一毛端啊，一切毛端入真定啊，这他的一毛端头入真定，一微尘中从定出，这从正报讲到依报了啊，一毛端头入定，从一微尘里面的出定，微尘太小了啊！佛法里面讲的微尘，现代物理里面讲的微观世界，讲量子力学了。啊，讲到原子、电子、核子、粒子，啊，那么佛教的名词叫微尘，微尘也分很多，啊，肉眼看不见。一般讲微尘呢，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见，很小了。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这个啊，原子、电子啊、粒子，是不是这些很难说啊？可是微尘还能分，还有更小的啊，微尘把它分成七分，佛经上名字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还可以分，分七分，七分之一叫即微之微，即微之微，佛法说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所以叫灵虚尘，它跟虚空做邻居了。啊，那我们佛经像这些，这是大乘教里面，这个一微尘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应该属于极微之微。很难，没法子想象啊。这个微尘就是物质。啊，这物质的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啊，物质的生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佛法也叫不生不灭。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这个话不叫废话吗？啊，真有生灭，生灭几乎是同时，你没有办法觉察它有生灭啊，所以叫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相啊！啊，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啊，常常用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放映的时候来做比喻，这大家好懂。电影的放映跟佛法讲的这个理事啊都很相似啊，荧幕是一片空白，这一片空白了就像法性一样啊，法性变成法相呢，法相就是这个荧幕上的投影，这法相，放映机一打开，这个幻灯片，这个影像就投射到
荧幕上啊，但是时间很短，镜头一打开你就看到了，你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一时顿现，没有先后的啊，一时顿现，立刻镜头关了，换第二张啊。那么开关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我们在荧幕上看这个投影，就已经不能辨别它是虚妄的。哎呀，好像很逼真啊！我们的眼睛被它欺骗。一秒钟24张幻灯片啊，就是24个生命，一秒钟24个生命，我们已经被欺骗了。我们现实环境的境界呢，佛在人王经上讲，那照人王经上讲的一秒钟是多少次的生命了，是216000次的生命，28000的，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啊？那么佛在人王经上说的话，我们晓得是他老人家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不止216000分之1秒啊，不止啊！啊，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是1000万分之1秒、10000分之1秒。无法想象，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所有的现象，佛说了，梦幻泡影。你真能够啊，渐渐观察、体会到事实真相，你在这个现象里头，确确实实可以做到啊，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就见性了啊，你就见到阿赖耶的真相了。物质是从怎么生起来的你看到了，你心慢慢定下来了。这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还会有什么分别之处啊？分别之处是绝对错误啊、外面所有现象都 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在里面起什么分别，起什么执着，这错到底了啊！有分别有执着，那就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这我说的一点都不错，丝毫不夸张，句句实话。啊，这个罪业是你自己造的。啊，因果不空，果报你自己必须承受。什么时候？你见到事实真相了，无世界以来的罪业都消除了啊，无量界的罪业就通一下就消掉了啊。古人有个比喻，像什么呢？千年暗室，这个房间呢1000年没有灯光，暗室，你点一盏灯进去全照明。
那个黑暗就好比像罪业啊，这一放光明一见性的时候全没有了。没有见性，那你来够你受的，见性就没有了啊。没有业障啊，啊，迷的时候有啊，觉的时候没有啊，啊，所以大乘教只有一个目标啊，啊，修学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方法门道不一样，方向目标是相同的，就是明心见性。但是我们念佛呢，念佛也是啊，念佛是明心见性在极乐世界啊，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啊，不是别的啊，要是别的事情那就错了啊。在这个世间，也就是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太难了啊，放下就见性，放不下永远是迷。我们到极乐世界换个环境，到那边去修行啊，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佛菩萨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彻底放下啊，就这么个道理啊。那个世界是平等法界，那个世界里面人跟人没有相争的啊，为什么呢？没有利害冲突，平等世界，清净世界